快手帮剥虾，三两下去掉虾壳，嗅一下虾味也剥得清洁溜溜，只剩下虾头，一条条挂在锅边滚煮。火锅店秀剥虾特技，剥虾不用自己来，现煮现吃，完全不沾手。像女生的话，你有时候会做指甲，擦那个指甲油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说他这边有剥虾剥的话，这样你就可以不用说弄脏你的手。也不用说那个剥完虾之后手会有味道。拼服务打贴心牌，就算一人吃锅也别怕，恐龙玩偶面对面陪吃不孤单。自从我们提供了剥虾以及涮肉的这个服务之后呢，客人的回流的客人呢大概多了两成左右。还有业者祭出浮夸上菜秀，肉塔堆成小山，在干冰底座淋热水，立刻冒出云雾，满足大人视觉享受，小孩也得顾。不到几秒折出一只贵宾狗，边吃美食还帮你哄小孩。火锅店上演气球魔术秀，瞧小朋友看得目不转睛，立刻被收服。谢谢。你喜欢吗？不客气。也是又跟我们一些店员互动一下，然后他就会比较不会去吵到大人这样。拼桌边服务，来自对岸的餐饮业者也很狂，女客人丝袜破了立刻帮忙买一双，甚至还会代打游戏让客人安心吃锅。餐饮业竞争大，拼回流率，光靠美味不够看，还要把顾客照顾到心坎里。节快乐，谢谢。三立新闻陈君杰、吴雅婷台北报道。